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米巴铁新闻专场，我是本次主持人吉姆。昨天报道的上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现在呢，现在目前新的一名确诊病例，安徽巢湖的这名患者的话，跟上海的话是有密切接触的那个患者。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专线报道的视频。目前呢，安徽巢湖也进入紧急的备战中，全体在做核酸检测。还有目前天津也有本土病例。由于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大家一定要防范新冠病毒，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勤消毒。欢迎大家观看本次新闻，谢谢，再见。